主席、各位，本院民进党党团临时提案，针对马英九总统宣示我国即将于今年六月前与中国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该协议攸关国家产业发展、财政、经济、贸易政策之制定及劳工之权益，甚而且对国家主权造成严重冲击。鉴于新政府上任以来，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条约并没有经过国会的监督，为了确立那个 ECFA 的签署符合国家的体制以及多元的民意，建议由本院应组成这个两岸事务因应对应小组，由本院院长担任小组召集人，那么监督两岸事务及其重大突发事件之决策和执行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民进党团提案。